公立民校企业团新员扮演着家己的角色，还未来表现将会继续卖故事。但音乐一般也对着流行来跳着小苹果，多变的造型，红仔一出来看到传统民校艺术创新。希望破除大家很害怕七月份的这个原因哦。那我在想说，我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滇燕三太子也来参与这样的活动？那来把它变装，那回来呢？其实这是一个挑战哦。那我回来，我们也觉得说，哎，这样会不会对神明不太尊敬？就后来呢，我们有这个宝贝请示了之后，哎，神明很高兴。这服装个道具以及舞步，全部是公立民俗技艺团家己动手设计制作。有在14号要伫花莲所举办的百鬼夜行活动第一遍来表演，最近是加紧速度伫练习。舞蹈的话，就是要呈现优柔感，然后要非常有身段。那我希望这次的表演啊，能够突破以往我跳那种活泼可爱的舞蹈。当中年会上色的新员，就是这对姐妹啊。自细汉对着从事木偶工作的爸爸，伫剧艺团大汉，这两年开始参与演出，对表演是产生真大的兴趣。我们去年办贞子，还把头发盖在前面。所以觉得很好玩。你们被吓哭了？有。谁？小朋友？这一次是男生。因为现在的民俗艺术，展现的舞台比较少的时候，希望让他从小就开始培养兴趣。为了让更多人来看到民俗艺术价值以及可贵，公立民俗剧艺团不但求新求变，搁常常透过公益服务来进行演出，为民俗剧艺团是点努力。记者刘明新，差不多。